我们已经炸毁基地，但是哈克仍旧拥有一枚脏弹。我们追踪发现，脏弹位于基地旁边的农场里。一艘空中炮艇会支援你截获炸弹，并阻止哈克。你一定要拿到脏弹，现在出发。 带上飞行员，我们去这里点。这里是B小队，我们需要空中支援。友军队正在接近，我们可以和目标交火吗？可以交火，所有目标均被视为敌对目标。明白，可以向游乐场中的目标开火。 火炬小队正在赶往北边的一些农舍，不要向该房屋射击，他们是任务成败的关键。收到，不向农舍开火。友军队员在谷仓旁边，卡车正在接近。 炸弹丢失了，白色，他们逃跑了。我们下次再搞定他们。你需要在空爆炸弹爆炸之前撤离。敌军士兵正在急救。火箭鸟一号，我们正在离开炮弹。收到，我看到他们了。炮手，留意友军位置。明白。危险距离，切换至25毫米机炮。 离开了路面，向田野中驶去。明白。从安全屋里抬出了一辆大型运兵卡车，卡车开进了野地里。温室旁边还有敌人，敌军士兵正在急救。 救出来！
到达坠机地点，汇报情况，有幸存者吗？两个幸存者，一个失去意识，把他们救出来，我们会掩护你。 根据你们的情报，我们确认大部分的脏弹都已经被收回并销毁，只有一枚还没有找到。我们追踪脏弹，发现它位于潘塔尔境内，也就是哈克获取115元素的地方。它的计划未知，我们不能让哈克有机会用脏弹在巴卡哈和潘塔尔之间挑动一场全面战争。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在引爆之前。 截获脏弹，还有这个叫裂变委员会的组织，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很有效率，也很残忍。他们的动机似乎是称霸世界，但是我们几乎对他们一无所知。不惜一切代价，也不能让他们获得脏弹。